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边讲边等，提高计算力第三讲啊。按照正常的下法啊，在这个中盘的时候加强计算。如果是白棋先下，你下哪里？我们要动脑筋了。哦，还有两个摆掉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有两个。白棋先下的时候，像这样棋，上边基本上定型了，左边黑棋也是活棋，白棋这里稍微有一点点手段，下边也基本定型了，但是这一串黑棋还没有活干净，还没活干净啊。像这样的棋我们怎么下呢？关键的问题就在这个结上面啊。黑棋走到这儿来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棋还有点慌张，摆的有点错啊，有一点点错，我把它退一点，这个地方还差一点点，这个地方啊我摆错了一点点。是这样的，这个地方还是少一个，这个地方少一个。是这样的啊。啊，这样的。这里松一口气，多一口气啊。像这样的棋，我们一般的啊都想进攻，做白棋先下，但是右边很大，你要是稳健的往这边跳一个当然也不坏，但是你对人家的威胁什么的，人家就把这个这边上的这一块棋给它补起来，你就很讨厌了。这一下右边变成了黑棋的势力范围很大，你想进来当然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要受人家的攻击啊。这样下就是普通的下法，不能缺离白棋优势啊，不能缺离白棋优势。白棋如果走在这儿来，我把你左边右边破掉，黑棋就这样下，一跳一逼住他啊。有很多人像这样的棋，人家一挂他就马上这样一守，这样一守，像这样守一般的情况下有点保守啊，保守。为什么保守呢？像这样的棋你要是这样下，被人家冲一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就冲一个，你这个棋挡它就弯，你要是连住它很轻松的就把你这边打开了啊。如果你要退一个，你不想它弯的先手，它冲一个你退一个，那么它这个地方又有一点点先手味道啊。它这个地方以后这个点是先手，你这个棋只好连住，你要走到这来就害怕人家从这个地方点进来，有点讨厌啊。这个退有他的毛病在什么地方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，这是我们要先动脑筋想的。例如说他走到这来你就很讨厌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他就走到这来，下一步就在这来了，你就很讨厌。所以说这是比较保守的下法啊。像这类棋一般的下，你要夹住他不让他生根，他跳，像这类棋你再跳，把右下边全部做大一些，他这个棋
虽然可以走这个，你就算摆小一点，你就接一个，虽然形状不是太饱满，但是他这块没活，他要逃跑。这个逃跑的过程中，中间作为黑棋来说啊，我一分析这个地方很想从这个地方把它搞断，也是可以的啊，也是可以的。这样搞断它，你要是在压它高兴的长，你这两边孤棋刚好穿象眼出来，这两块孤棋就很难办啊，就要至少要受人家的攻击了，就很被动了，不知道怎么下了。现在你这个棋也不好怎么走啊，这样下不好。如果你想先走好一边，你想先走好一边，像这样的棋作为黑棋来说，他这个地方横着冲一个啊，这虽然是有点笨，但是他做准备工作啊，他这个地方逼急了，他这一点冲断你，你这一连他就把你飞进去了，夹进去了，这个棋就有点讨厌。在夹之前他还可以做点准备工作，他现在这样点一下，你要是这样下，他再把你夹进去，那你这一块棋就很危险了。当然他这一块棋也没活干净，但是他现在不怕，你这一块大他这块小啊，所以说这样下做白棋有点点被动。当然你这个双一个是有点熟手的感觉，要是我们一般的下这个棋，我们就这样下了啊，从这边点他连住，再从这边冲出来压出来，你这个棋如果走，他这个开始来进攻攻击你，这是很讨厌的棋，两块孤棋不好办啊。你再往这边走，他这个棋胆小一点尖出来啊，胆小一点尖出来，这边要攻你，这边要攻你，就很讨厌了啊。白棋比较被动，就算全部刨回来了也是当官连环压，不行。当然这样的逃跑的方法，他一般的情况下是走到这样来，这样来逃跑，那你这一块棋就要受攻了啊。这个棋受攻的方法呢，在这里震他一下，不让他连通，是一种方法。还有一种呢，这个棋先放在这里，这个地方怎么安排呢？这个地方这一小尖要吃你，这你要是连住，他这样横着一顶，哦，你这个地方又不好办，又要跳，这样两块缠绕进攻，这样下黑棋比较主动，黑棋主动啊，你这样哪怕是跳着跑，人家就这跳着跑就很讨厌了，两块孤棋要逃跑。这样是普通的下法啊，这样下下过去以后很普通，但是不是最佳效果。怎样把这个地方的地方给它破掉呢？啊，如果你走在这儿来，当然也是可以的啊。主要黑棋来说，这个棋它如果连在走在这儿来，被你走这里，它这个是上面走好了，你这下面也生根了，但是你由于你这个地方人家你冲不动，这样它很结实，你在这个地方作战好像有点不利，有一点点不利。中央一块棋啊，这几个棋啊，随时也要被人家进攻啊。像这样的棋也是一般的下法啊，一般的下法，就是双方都不吃亏啊。当然他如果连在这儿来，你这个地方如果走这里，他现在是可以走在这个地方来了啊，他这个地方来了，他再尖顶一下，虽然你这个棋长，他就飞上来，这样进攻你的很小很小啊，眼睛还瞄着左边北棋两个棋子没活干净啊，中央一块棋还没活干净，这两个棋子，这样是黑棋主动。提高计算力的时候啊，局部的计算清楚了，还要有一定的感觉。像这个棋作为
本起来说最强的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就要从这个地方来，从这个地方特殊的想法。如果你这走到这来，你如果走在这之类的啊，这之类的，白棋叫大飞一个，超大飞一个，这样想。如果你再来拦，他这个地方就活掉了啊，他这两个棋先交换了以后活掉了，你这想杀他杀不掉了，对周围没影响，他就把你右边的地方给破掉了。有的人说，要是这样下呢，我要是这样下，你要是这样下啊，他这个棋拖一个，你要搬他断。当然像这样的棋，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下法，他还可以这样下，还可以这样棋虎上来，当然你只好连住，他就要冲出去。像这样下白棋这里不好啊，也被人家这一搬，右边也变大了，你这个棋还得跳了逃跑，这样白棋也不好啊。这样跑，我们一般的这个棋怎么下来？这个棋肯定是断，他要是吃你，你要把它滚进去，这样把它包进去。你当然不能连这个啊，当然不能连这个，主要黑棋白棋来说，你把这个连住啊，这一下你这一弯很舒畅啊，很舒服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棋他再来攻你的时候，你这个力是先手啊，他只好吃掉，我不走，我甚至于这个棋我就可以走到这来点进来。这个时候白棋你走这里啊，黑棋走这里，白棋甚至于可以往上面冲，等你走的时候他这一搬就回家了，你这吃不动，你这吃不动，你这吃他这样一脚吃，你这样提掉他的时候，他你这个角落死掉了，这几个死掉了啊，这几个死，他这个力是先手，所以说他可以走到这来，走到这来的时候啊，他一搬你只好连住，他这已经连住了，他这已经这一种，他再把这个棋补一下，他已经连回家了，甚至于他这个也是先手啊，他这个地方留一个打劫给你，你也很讨厌的啊，这个棋他留一个给你打劫的地方，你也是很讨厌的，你这个棋方要不敢打劫，你只能走这里，这个这里面就有点讨厌了啊，有一点点讨厌了啊，他就补一个，这个地方的木手就破了很多了啊，破了很多了啊，这个棋白棋黑棋可能还要这个地方补一个，你要不补啊，你要是走其他的地方啊，走其他的地方，从这个周围走攻他的话，他这个地方到时候搬一下你很讨厌的啊，搬一下很讨厌的，你这只好连住他这一连，你这个棋再来断的时候，他只是冲了逃掉，你这个外围就变成孤棋了啊，他这个地方有点点毛病，能够把人家的木头破掉还给人家留些毛病，这样无疑是成功的啊。像这样想，所以说这个点进来他还藏在这里，当然也有些稳健的人，我就把这个地方连住，我把这一块两个孤棋连起来，你黑棋这个地方木头不大，你再要往中央逃跑啊，往中央逃跑，当然像这样棋这个断是很严厉的啊，这个断是很严厉的，看不真子有没力，这个断是很严厉的，真子不知道有没力啊，这个时候你主要黑棋白棋来说，你就要不能消极的防守，这个地方的补是要补的，这里也要补的，那么我就以攻为守，我能不能这样下来先攻他这一下来，这个真子就有力了，他这一块棋就要去活棋了，他可能要提一个，这提一个这个劫对黑棋来说和白棋来说都不是直截了当的，打劫打赢了就
成功了，要缓一手，这叫这个劫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啊，这个劫不是那么凶，你这个劫你可以走到这来呀、啊、等一下，他等他这样来打劫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是最重要的劫财，这一提通了黑棋不行，白棋黑棋把白棋提通了，这个劫找不着，白棋又不行，白棋又很危险，这个劫是很大的啊，但是是缓一气的劫，双方都不敢轻易动手啊，就从右边波及到这一边还有很多变化啊，这个棋可以这样下的，基本上走成这样了啊，我们说这样吃不好，如果是这样来走了以后你再来走有点严厉，这个棋有点严厉，你这个棋如果走到其他的地方，他这个棋的攻击方法呢，他是点在这儿来，点在这儿来也是很讨厌的啊，你这个棋想尖出去，他这个棋轻轻的这一冲啊，都把你隔断了，这个地方一点你也是很不利的啊，这一点你要是连住，这个棋最强的手段就出现了啊，他都要横着双一个也可以啊，横着双一个都可以，你冲不断他了，这样下是白棋不利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脱先啊，这个时候你就他有个严厉的手段，你就补一个最好啊，最好补一个。那么反过头来，当白棋走在这里的时候，黑棋怎么办呢？你又消极的防守又不好，积极进攻，你如果走这里他就接一个在角落里去啊，你这个棋要如果走这里他再爬一个，你这些扳住最强的，他这个角落一走就活掉了啊，这个角落活了很大，虽然你这个地方可以走这里，虽然可以走这里，但是你这个地方的断点要补啊，这一补他先是活一个角很满意，你走后了是走后死了，作为白棋来说，他现在可以在这一带来补一个了啊，把这个加强他是可以的，这样一数右边黑棋的目兽就被这个白棋破掉了啊，白棋这活得很大，人家的地盘啊，如果这个棋你走这里，白棋一扳，黑棋啊走这啊，他再一扳，像这样棋你连住，白棋一跑，像这样下啊，如果下在这样，你这个棋不能扳啊，要注意了，不能扳，这一扳被人家一冲啊，一走这一段你很讨厌啊，你这个棋只好退，那么你这里的毛病都出现了，这里的毛病就出现了，甚至于他这个棋想吃你这一个是可以的啊，这个棋没法下，为什么不能走呢？你想走这里，他这个棋一打让你提掉以后，他这一立，你角落两个棋子四个棋子死掉了，差一气啊，这个时候啊不能走啊，这样下白棋连白棋走这里只好退一个，只好老老实退一个，他再冲一个你还只能退啊，还不能走这个，还要退，这个时候他就走这个，走这个再团一个做活啊，他再冲一个啊，你这只好走这里，他这样活了以后，他再把中央补一个，先手又是连脚带边活了一大块，黑棋虽然很厚实，但是目兽就显得有点不足了啊，像这样的棋就是最强的抵抗就在这里啊，最强的抵抗在这里，他走在这儿来，你这样尖啊，里面的变化很多，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啊，你要是这个时候他走在这里你怎么办呢？我们有的人说走这里用最强的手段来走这，
你要是走这里，白棋他在黑棋再来攻你，他这个棋点在这儿来，看你怎么跑。你要是走这里，他就飞上来。你要这个棋再要逃跑啊，再要逃跑，这个时候他不攻你了，他这个棋把自己的木手围起来，右边围起来，角落围起来，这个地方让你连回去，你就是当官连回去，没占到地盘啊，破是破了一点点，但是还是不行啊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尖上来啊，如果你走这里，白棋如果连住啊，他说的是走这里，走到这来跟刚才有点类似啊，你要是搬他就搬，你要是走他这块就活掉了，你这个棋都没封住他，你这个棋最强的是顶一个，你顶一个，他这个棋是活棋啊，你不想让他活，你这样团一个走一个再立一个啊，这个棋要补一个，那么他这个棋要这样补，要是这样补还马马虎虎，是活棋啊，是活棋，所以说这个棋作为黑棋来说，走了这来，白棋这个棋他顶住你是最讨厌的一步棋啊，这样来补断，那么白棋也可能就不理睬他了啊，在这个中府再走一下啊，这个中府走一下，这个地方可以削在这之类的，削在这之类的啊，大概走在这之类的应该是没问题的，走在这之类的啊，让你这样的围，不要打进去，打进去有点啊被动，这个棋能不能把它点死呢？这个时候你要是走其他的地方啊，走到这里，这个地方死了没有呢？点在这来，他在走这里，你这个棋刚好点不死他，你再拖一个，他再连一个，你这一连，他这一连攻活了，点不死他啊，这个时候不能点啊，杀不掉。如果这个棋你挤一个呢，像这样的棋做活是立下来啊，做活围的木头多一点啊，他这个棋如果走到这儿来，你就连住啊，刚好这个棋刚好做活，这个地方是先手啊，要注意了，这个地方是先手，但是没用，这次活起了，你可以这样想啊，这个把这个棋看活了，如果你有这样活呢，被人家一扳，你这一只好做眼，以后你这只活了三目棋，活了三目棋，如果你这样做活呢，他这一挡，你这一连呢，你活了五目棋，那么你这个棋就多活了啊、多了几目棋，多了一目棋，他这里多一目棋，你这里多两目棋啊，这活棋啊，如果是这样想啊，他说的当然也不对啊，他说的是这样想，白棋先走这，但是黑棋一这个时候要白棋这样团，他走住，他是搬了，这样来做活，这样来做活，黑棋只好补断，这样下白棋好，白棋这个角落活得太大，白棋活得角落太大啊，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中央补一个，这个棋一定要补一个的啊，这样下，当然他还说了啊，这个棋你要是从这来进攻，点他一下也是很讨厌的一步棋啊，很讨厌的一步棋，白棋来点黑棋怎么办呢？黑棋这个棋你要是连他这个棋，从这个地方接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再接一下，你这个棋怎么跑呢？也很麻烦啊，也很麻烦啊，作为白棋黑棋可能要靠一个啊，这样逃跑，这个时候你这个棋跳一个逃跑怎么样？还有问题啊，被他这一连一冲一走一连，这还有点麻烦，你这个棋只好提劫了，到最后要打劫了，黑棋白棋就从这个开始断啊，有点麻烦，所以说这个棋他点的时候也是很厉害的一步棋，白棋点黑棋应该从这个地方贴过去啊，他不敢冲断，他如果退
你还贴一个，你就要从这儿走，啊，他再要退，你这个棋走结实了以后，你这个地方就从这个地方连住，让他冲不断你。他这个棋想来吃你就吃不掉了，因为你这是先手，这里还有先手，你这一跳就刨掉了，这个地方还可以跳了，把它也变成孤棋，以后这个时候你就直接的走这里就行了，直接的走这里就行了，这样想北棋也没把握，你要是从这边出来他都虎过去了啊，他虎过去了，你这几个棋子还有一点点负担，你要是从这边下啊，你要是从这边下，他这一压过来，他把你这边封进来，这个劫就变得严厉了，有一点点严厉了，啊，这边北棋啊，这个点一个还是很严厉的啊，但是是后北棋这个棋，他所走到这来是最强的抵抗，如果这个棋你不走啊，你直接的你走到这来，走到这来。他一般的是这个棋啊，就这样下，我们刚才讲了啊，这样搬他连住，你这个棋直接的冲断不行，你只好尖出来，像这样下他也不让你活啊，你这个时候做白棋和黑棋他不会走这里了啊，他不会走这里了，他如果是这样下，他如果这样下啊，再退，他把这个毛病补起来，你这个棋要搬要走，这样想他就两边都走好，你这个棋还要补断，作为黑棋来说啊，这个地方可以把它隔断，到时候把它隔断啊，这样白棋稍微显得有点被动啊，你要是往这边下，你只好连，你要是这样想，它越围越大，你这个地方虽然走得很结实很厚实，但是没有木手啊，被黑棋两边都围好了啊，它甚至于这个棋再压上来就行啊，就行了，越围越大，上面也安全，下面也围住了你这个中央一块棋啊，所以说像这样的棋反过头来，你把角落的变化走掉了以后啊，角落变化走掉以后再来尖，那是不好的啊，不好的下法啊，有的人说这个棋如果走到这儿来，你走这里我一搬，你一走我一搬，你一连，我现在冲断呢，我现在冲断你怎么办，你虽然可以这样打一个他连住，但是这个棋他现在在这个棋顶一个的时候，你这个棋刚好这三口气你就吃不掉他了，你这个棋只好这样下，他被他一扳你就死掉了啊，差一口气，这里差一口气，现在不能冲断啊，这是最强的啊计算方法啊，所以说做黑棋来说直接就走到这儿来，白棋先走过来，看你这怎么办，你要是再这样下，你把我送出去，这样都是坏棋啊，这样都是坏棋，你再来走这个，白棋搬一个，黑棋这个时候如果虎一个，黑棋就跳，白棋就跳一个，他搬一个的目的就是要这个地方跳，你这个棋可以走到这儿来，他就让你沉这一点点，他就压你，这只好退，他这样再把这个藏出来，他这一块虽然是孤棋，现在不光是孤棋的问题，他现在就快要成外事了，快变成外事了，这个中伏再要是黑棋有功夫把这个不白棋有功夫把这个地方补一下，这都变成外事了，要成木兽了，他不光是逃脱了啊，逃掉了，而且要快成外事了，像这样的棋是白棋成功啊。这个时候白棋如果不走，你要走这里空走一个，
这种计算方法，和白棋你再逃跑，你压这个他再搬上来，你这样搬他就退，你这个地方有个断啊，总是要补的，你再压他根据情况是断不断，根据情况啊可以断的，你要是这样冲出来他不怕你，你这样冲出来他不怕你，他跑在你前面了，你这几个棋就有点闪，你想吃他这他就掰一个，就他假装的怕你，实际上他不怕你，这就没办法了，你这个棋只好连住他在藏，你在这个在冲他在藏，他老是跑到你前面去，你这样冲他一看他再藏一个，这里面还有一个点一个弯，你这个要连回来，这个连还有点点讨厌，这样连，那么你这几个棋子就要受人家的攻击了，要受人家的攻击了，你这几个棋子四个棋子就落后手不行，那这个棋这样下，那你只能这样下又不好啊，你这个棋要补断，你这个棋补在这来补断，他就轻轻的弯一下就行了，他把这都已经围得很结实了，虽然小一点他很结实，上面也很安全，他可以抢先手在中央飞一个了，那么你这右边不算成功，就虽然是活了一块棋破了一点木手，但是不成功啊，这个棋应该怎么下来，他下的再来，白棋他是这样下的啊，白棋他是这样跳，他要跑到前面去，如果你这样下他再连住你再搬，他这样多压一个让你退一个再搬，他认为这样这个断点没有了，这个断点没有了啊，这样下他认为是好啊，哪怕是你这样围起来他就这样压，把这个地方给你，他这个中伏好像往这中央勒一个就要成木兽的样子，你有点讨厌，你虽然这个地方可以刨出来，可以刨出来，他在唬住你再藏出来，他这些棋吓得你很头痛的啊，他这些棋吓得你很头痛的，他要断你啊，这有断点，这样的棋他就瞄着你的断点，你这是很头痛的地方啊，这是很头痛的地方，你这只好双住啊，这都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啊，有点头痛，当然这个棋太软啊，不是最强的抵抗，这个地方的形状对黑棋来说稍微有一点点不那么自由自在啊，这个棋我要是我下我肯定是往这边弄一下再说吧，你要是这样走这个地方能不能这样把它冲断，这样藏一个也是先手啊，这个就藏一个是先手，你只好连这个，这个时候他是这样下的啊，不要这样害怕，他说是我是这样打，你要是这样走我这一连我跟你比气，你比不过，你这样一弯我就一退，你这个棋一走我就一顶，虽然这里有点点麻烦有点断点，但是你这个棋怎么也比不过啊，他是这样顺便走啊，这样打，因为总是要连的啊，这样打这个断暂时还不成立，这样的计算，所以你敢搬他要退，你还是这样压过来也是一个好办法啊，他这样走你在这个地方肯定毫不犹豫的断掉，他点方他补完了以后这个地方的断你就跟他作战，这样长跟他作战啊，他这个断还是不行啊，还是有一点不行啊，你这还是这样打，他这样来弯你退，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里，你现在走这一个，他这个地方来断的时候你有点麻烦，有一点点麻烦，这个时候你只好走这一个，他这样走，但是他这个角落死掉了，虽然这个形状不好看但是没关系啊，这没关系，像这样的棋啊，作为白棋来说，他说这样棋
一般的像我不接了，我肯定要把制高点占领，制高点占领，我走这里，你走这里，北起可能就从这个地方把你封起来了。这个中伏还可以围一点点，但是这样围不好啊，不好，被人家啊，这个地方有个长，你这一间，但是把你走结实了，他不干，他这个地方点这一走，从这边飞出来给你作战，像这样的形状也是有的，也是有的啊。你这个棋一般是这样间断啊，黑棋叫这打断，这样打断，这样下，也是一种战斗的方法啊，也是一种战斗的方法。尖我就要挡，你这样断的时候我就这样断，你这样断的时候，我一看这个时候长一个跟你作战，你这个棋之后两边要作战，我再压过来。当然这样下虽然吃不掉，他这个棋最强的只能这样跑，最强的只能这样逃跑。由于黑棋跟白棋，黑棋只要我这边跳一个，这个白棋就很讨厌，有点讨厌啊，叫做不方便下。像这样的一些手段和方法稍微还是差一点点，所以说委员先生他的棋下的灵活，就在他叫气质长，这个棋不让你打，你再断。当然你要是想这样来走，这个黑棋补这个棋的之前，他一定要把你这个头打一下以后再来补，这样这个白棋比较笨重，有点笨重的感觉啊，这样不好。虽然你走的这来是可以的，也不是说不行，但是这稍稍显得笨重一点啊。他这个棋可以从这个地方来跟你作战啊，你这样下，他这样来作战，你再来断，这个棋对他没有妨碍和影响，他只把上面走结实，你这个棋就要差一些了啊，要差一些了，这有点笨重啊。他这个头无论如何作为高手，他不会让你把它敲进去的，他要藏，你要藏就藏吧。我们包括一些人啊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认为这个藏太大了，局部的太大了，那么黑棋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把中央这个安排一下啊，他这个地方我原先说是安排在这个地方，他安排在这个地方啊。作为白棋来说，他说你这里这块白棋有个点方，这块白棋还没活，他这样来说，他说是白棋不好。我们来说，如果你只顾跑自己的，你往这中央跑，被他这样一走，那的确是我们现在再反过头来一看，的确是在这一带被他，要是这个地方随便怎么样的这一连通，他这个中伏连通了以后，中伏不光是不是孤棋，还要成一些木手，还要围一些木手。像黑棋这一步棋，这个大好脸这一步棋，这个 I 十二这一步棋，好像就是效果不明显，虽然它有一定的作用啊，效果不明显。我说的是哪一步呢？就是这一步，哎，就是这一步，就是这一步啊，这一步作用不明显，仅仅是在逃跑。因为你这块棋还没有那么严厉，这里还有提劫，还有一些活动的余地，还不至于被人家吃死，所以说不是那么急的地方。黑棋啊，走在这是正常的一些下法啊。像这样的，就算一个这样的变化，他就想了这么多。当然你这个棋如果是直接的往这边走，黑棋不要跟着人家走。我们有很多啊学习时间不长的同学，人家走哪里他都跟在哪里，这样是不好的。你就看一看他这个棋是什么用意。哦，他这边要跳上来，
你如果跟着他下啊，跟着他下，那他这个棋在一般，你还跟着他下，被人家这一大造上来，你这个棋要爬二路了，你这样爬二路他也不吃你，你这样下就坏了，一下就坏了，你这样刨刨了这半天，就刨了这半天，你这一下就马上崩溃了，马上就完了啊！不要跟着人家下，特别是像这样的棋，他如果走在这里，他打他的，你打你的，这个棋是要点飞上来，他如果往这边搬一个，你一看这边没有妨碍，你甚至于这样补一个都行，把这补结实，全部维持木手，都不是坏棋啊，都不是坏棋。当然你说我这个地方还想进攻一下，你这样虎一个也行啊，不让他走，他要藏一个，你这个棋可以暂时不走，以后走你就从这个地方出头啊，这个地方可以再接一下出头啊，这样的棋形飞一个出头也是可以的啊，再飞一个出来也是可以的，你这计算一下把它隔断啊，这样的棋形啊，它就是比较灵活的运用。说白棋你说这边有大的，又是马上要来打入这个，这个时候说黑棋你小心一点就行了，小心一点就行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是随便一走被他这一跨断就很讨厌了啊，这有个跨，这个计算被他从这边冲过来了，你就很讨厌了。这个时候能不能断呢？这不能断啊，不能断。为什么说不能断呢？你这一断他这一叫吃刨出来，这个地方的手段他是这样翻打一个，你很讨厌，你要是长他这一连，你这两个死掉了。如果你是这个棋要是这一叫吃被他这一打，你全部包进去了也不行，这里有个毛病。所以说他走这个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随随便便的啊，随便走。这个棋怎样不能搞断你呢啊？你有两种方法，一种这个棋补下面，这样很跳一个，这是比较保守的下法啊，他这个上面盖不住你啊，这是一个保守的下法。积极一点的下法，你这个棋你就往这边接一个啊，甚至于就是横着顶一个，你不是想跨断我吗？我不让你跨断，你要长我再跳出来。你这个几个棋子，这几个棋子，甚至于这个时候我就把你搬进去，我看你怎么下，这样白棋就死掉了，上面三个就很可能要死掉，这样是跑不掉的啊，这样是跑不掉的，这样肯定跑不掉。主要黑棋来说啊，最简单一种就在叫吃，你要是一提这一长他这一连你就死掉了，这跑不动的啊，这跑不动你就死掉了。像这样的棋啊，这样的经常出现，他如果提掉你这个棋一退他还是不行，这样的棋啊他不能刨这个。我就顺便讲一下啊，你这个棋你就一提掉他就死掉了，这叫猴子翻山啊，这个棋就跟他断掉了。所以说这个打入是无理的下法，你一定要掌握这个诀窍啊，他只好这个地方逃一下啊，这样逃一下，你就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动它，你就这样补一个就行了啊，补结实就行了。特别是像这样棋，他要是跨一个的时候你怎么下呢？你这样冲他一断，你再一吃他再一打，虽然你这个很厚实也很满意，白棋也整了行，整体上来说黑棋没有吃亏，黑棋没吃亏啊，白棋也可以啊，白棋这样下也可以啊。这个时候他这样的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学会啊，这样虎一个，他这冲不下去，他冲不下去，他冲两个给你吃掉，有的时候人家送给你吃你不吃他，你就这样给他吃掉，他吃掉一个一个眼，
你把右边保起来抢先手，甚至于像这样棋啊，上面还有一些毛病，有的时候你能吃就不要吃它啊，人家不怀好意送给你吃啊，你不要随随便便动啊，去张口就吃，要上当的。很多时候啊，很多时候像这样棋，我再举个例子，就是说人家在这个地方送一个你吃，我们有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就吃它，它在整形，虽然你也很安全，它上面一打在下面一打，它也很安全的活掉了，你虽然也活掉了啊，它送给你吃，当然作为北棋来说，它不会轻易的走这个，因为你这块没活干净，虽然有眼形还没活干净，送给你吃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哪怕是你送给我吃，我就这样不吃你啊，你这退我这一跳，我还是有眼形，你这没眼形，就要根据情况收官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啊是应手是上面大还是下面大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分清楚是目受大还是外势作用大，你把它分清楚了就好下棋了啊。这盘棋这个地方右边着战的一些感觉加计算啊，计算力提高还是有一个好的良好的感觉大局观，这一盘棋的大局观就是在右边这一带怎么着战，把黑棋最大限度的给它破掉啊。我们看了一般的想法总是这样下的啊，一般的想法总是这样往中央扔一个了啊，像这样的下法，这就是一般的下法，我们一般的总是在挂在这儿来很多啊。北棋黑棋就要攻，他如果这样来走进来，甚至于他走在这儿来，你这个时候你就给他活一点点都可以的啊，给他活一点点都可以的，你这个棋就把这个连住，他在冲你就打，他这个棋角落是可以活啊，角落是可以活，你这个棋就连住也好，立下来也好啊，他这样走你不敢是去杀他，你就把外围补结实吧，把外围走结实吧，让他去做活吧，这样活了一块外势全部给黑棋了，黑棋就可以从中央开始进攻了，这一进攻的目的就是要把右边全部围大啊，他要这样逃跑你再顺便逃跑，他再跑出来，这里稍微有一点点毛病，稍微有一点点毛病，看在这里这个地方再跳出来，让他这样跳，你追他两下，追他两下以后啊，追了几下以后，你这块孤棋就连通了，你这一块孤棋就连通了，你这一块的以前很担心的这一块，你就很简单的这样一走就连通了啊，这样下是一个攻击的方法啊。再还有一个如果这个是活棋，你这个地方往这个地方一围，这一片很大很大啊，这一片也很大，右边一片也变得很大了，这个中伏的制高点，谁先占领，谁能掌握这个中伏的啊这个公的地带，这就叫也不是黑棋也不是白棋，要是黑棋先占，那么就被黑棋掌握控制了，这样就发展对你有利，要是黑棋白棋先占，白棋可能把这个公的啊，双方都还没占领的地方提前占领，谁就有利。所以说这个中伏里面的出头很重要啊，就是看不见的，你现在看不见的目受，它的好处在哪里，你把棋下时间长了，自然就会体会到这个中伏的好处啊。你单纯的围这个目受也是一种方法，上面破掉一个角落，虽然也很舒服，但是外势外围都被黑棋占领，不合算啊。像这样的棋我们一般的就留在这里，就是往上面跳
当你跳完了以后，你再来点的时候，白棋可能他就把角落挡住，你这样走一个，他这样走一个啊，你再连一个啊，这个棋你连一个，他这样走一个，你这个棋还要尖一个，否则被他冲断了。像这样下也是坏棋，也不好啊。啊，这样活棋也是不好啊，有点被动。啊，这就所以说他说这样下是黑棋好，他后面都没摆。我摆给你们看一看啊，这个感觉，我们的第一感要知道啊，正常的下法和这个第一感要联合起来加以计算啊。右边黑棋为目的地方，我怎样去破坏它，还要最大限度的去破坏它，那你就要动脑筋了，最大限度的把它破坏掉啊。这样破坏是简单的破坏，虽然也可以啊，被人家这样拦住你，你这个棋这样飞进去也是可以的，这一走、哦、下一步都不知道怎么下了，大飞要点这个地方在点方，你只好这样下来破，破了不彻底，以后人家这个地方跳起来啊，他也可能再点一个，你连住他再跳起来，以后这个地方你再跳，这个中伏他可以隔断你啊，下面收官他可以点到这儿来，大飞要点你这个棋就留下来了，这个棋你冲他这一顶你就留下来了，外围他不他看到攻不着了，他这个地方也可能从这个中伏一些位置把你隔断啊，把你隔断，他也可以现在不隔断你，去抢木手啊，这他来限制你也是一种方法啊，就往这个中伏扔一个吧。再就是这个劫虽然不急，提过来总是有用有好处的，提过来吧啊，只有闲功夫的时候再走这种这种补强自己的棋啊，补强，没有闲功夫很急的时候，右边很急的时候就要下右边啊，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下法啊都是在中央下的啊，委员先生呢他下的是啊这个啊，委员先生是下的这个啊，他下这个是很讨厌的，他下这个，这就是单关手脚里面的稍微差一点的地方啊，他都抓住了，而且在右边这一带白棋还有很多借用，这个地方有个借用，先手有一个借用，这个地方有一些直截了当的借用，但是这是亏损的下法啊，这是亏损的下法，他不能轻易出手，一定要跟周围有好处有变化的时候你再下这些棋。我们还有很多同学呢，就这个棋吃掉还不活掉了，你这样交换叫理哦，这样的交换不好，叫里外交换，你是里面本来就是活棋，你吃了一个棋子增加三目棋，人家连住对外围的作用很大很厚实，这样的交换白棋不利，不要交换啊，里外交换啊，对自己有利的地方交换啊。好，今天啊就是讲课的内容就在这里啊，提高计算力，我再提醒大家注意了，有了好的感觉再计算啊，计算你能够达到五段水平，你至少可以计算七步以上啊，你要是达到四段水平至少要计算五步以上啊，一个变化图要五步到七步，五段以上的至少要有两个变化图，每个变化图里面有个三五步五七步，这样的计算你才能提高你的计算能力，在这个感觉的基础上要检验，用计算来检验。好。
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嗯。